海洋公园是香港所属意的旅游景点，每年都吸引很多旅客入场。我记得细个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来海洋公园坐缆车上山，觉得非常新奇和兴奋。很多年之后，我在2008年加入海洋公园的董事局，见证着公园这么多年来的变迁。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海洋公园的独特性。一直以来，海洋公园都致力教育和保育的工作，有卓越的生态教育和游乐设施，相信这么多年来带给香港和其他旅客无数难忘的回忆。近这两年，海洋公园亦都开始积极的转型，好像刚刚开幕的水上乐园，更加是亚洲首个全年全天候轮海的水上乐园。园区里面有27个室内室外的设施，适合不同年纪寻求不同刺激的人士。嚟紧，海洋公园会配合跃动港岛南的计划，希望带给旅客一种不一样的体验。我都期待在疫情过后，大家可以一起再出发，来到改变中的海洋公园，享受一个难忘的旅程。